大家再看视频，我欲提特三首比武的第二局。通过第一局摸紧，我知道皮特的打法太简。皮特上步，他主要是左四拳向上，后手重拳。我封住的前手，接住以后，如果我封的后手，他就上不来了。如果我让他上步，他上来以后，我就打他了。我连续让他进攻了我六七次，我用恐惧方法，接他手，他是打不过我的，我可以打他，但是我没有打他啊，我连续让他进攻了我六七次啊，我主动防守，连续进，你看他全出不来啊，他全出不来，但是我没有打他，我可以踢他裆，但是我没有踢他裆，我点到为止啊，我接手是三点同时的啊，我发挥了优势，连续让他进攻我六七次，朋友们可以反复看视频，冷静的分析，我用中国功夫接话法，滚操生拳，这是第六局。